好的，来，哎，太好了。谢谢。对，险峰，你在巴黎是吧？对对，在巴黎，对，巴在巴黎黎，附近，巴黎西边西郊。巴黎西边西郊。对，我是在伦敦的东南郊，也是东南在东南方向。嗯嗯嗯。你能不能谈一谈你那个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开始感兴趣的？然后有谁对你的影响非常大呢？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正儿八经学美术，可能应该也是在14、15岁之后才开始吧。14、15岁的时候才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也没什么那个太多的美术教育，但是那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个时候记得印象很深刻是8、9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喜欢画点画什么的，画点小稿。我记得那时候可能上小学，然后每天好像是在家里面，在上课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想着回家就是一件事，就是画画画。有那么一段时间很冲动，我记得有那么几个星期一个月，但是很快那个家长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那个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辅导，就很快就过去了，一个过去，所以也就特别的一个，估计跟很多小孩子一样喜欢画。到了15、16岁之后才开始那个学，开始到了普通的高考之前那种辅导班，15、16岁开始，哦，然后就是那学艺术当中有没有什么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让你就是坚定了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就要学这个，然后你又去法国有对是有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人影响你吗？人的话，其实怎么说呢？我学艺术这一路挺曲折的，就是那个一开始我在国内以前上学的时候学的是那个学设计，当时我是那个等于我，我是去我当年是的，其实我当时学完当时考高考的时候，那当时也没什么意识，也不知道该考什么。然后就听别人说啊，那个，当时我学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就学点艺术的啊，说这个专业比较要的好找工作干嘛，就考啊，稀里哗啦就考进去了。所以在国内是学设计，当时我上完学校之后，然后参加工作了，也是做设计师，做了2年设计师，但感觉就是做完之类，不是自己想干那个，我特别烦，就是总天天坐在电脑前面对着东西，就是天天做画图干嘛的。就是后来也之后，当然已经二十，我是24岁来了法国，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时要想学什么，当时很纠结，不知道那个，只知道设计不想做了。然后到底该做什么也不太清楚，然后所以趁着当时留学来了法国的机会，就是找了2年时间嘛，2年时间没有工作就学语言，然后有2年时间就自己在寻找一些自己的那个方向，就当时想过学建筑啊，学电影啊，学绘画呀，学一堆乱七八糟，后来就那个学上了一个摄影的嘛，就那2年时间慢慢开始就是那个觉得对摄影感兴趣。啊，就上了一个摄影的那个学校，我上的比利时一个摄影的学校，当时那个学校就比较偏创作，然后当时那个也是无奈嘛，因为当时我住在法国，然后那个学校的当时在法国北边是在比利时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很多是比利时一个学校，当时95%的学生都是法国人，就我跟着那帮法国人都上那学校上学去了。当时同时为了解决我在那个法国当时那个学生签证的那个身份嘛，我在法国又注册了一个学校，所以法国申请是美术学院，等于同时那几年就是这边上的美术学院，那边上的摄影学院，就是几年上2个学校，2个国家跑，然后那个慢慢也是在转变，从摄影啊到美术艺术方面，慢慢的就是
总的来说就是自己，反正我觉得这种创作的东西就感觉是一个源泉，其实就是没法停下的本能性的东西，就是你也不存在说什么每个阶段有影响的人不一样，但是呢你自己总想有些东西想表达想创作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的东西吧，嗯。就说你就是也上了美术学院，然后然后又学了摄影，是吧？对，其实我的就是上学读了，我跟我孩子他们开玩笑，就是我这边叫做那个硕士，不是高中毕业5年嘛，就是那个硕士嘛。我说我们像这一代人是高中毕业加8年，那 高中毕业时候上在西南上了8年学，就是当然就很杂嘛，就是那个学了等于设计学过，摄影学过，艺术学过，就整个相对比较。像比较那各个行业都接触了一些东西啊，嗯，那然后你觉得你是什么时候比较明确了你是学摄影呢，还是学艺术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明确了呢？你说明确就是那个至于搞艺术创作是吧？啊。对，明确创作方向。明确的创作方向，我倒觉得就是，进我学摄影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摄影学校就是基本上偏那个纯艺术的，就是整个其实是我们的摄影学校相对而言，在那个它就是有点偏实验摄影啊，还有那个实验 video 啊，都是它本身就是现在学校它就是比创作性的，就商业相对而言算是不是特别多。就是你想学一学，就是给你教一些技术，但是还是偏，就等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已经开始给确定这种创作方向了，就05年的时候吧，就基本上是自己想当艺术家，但是当时就是说你创作的只是说创作的手段还没有明确，到底是搞摄影啊，还是搞那个电影啊，还是搞录像啊，还是搞什么搞绘画这些，这些慢慢在探索，但是你基本上05年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就要创作嘛，这东西就。基本上确定的啊，后来你又回了北京是吧？对在对北京对对，住我了一段时间。在北京正好那个07年，我上学之后那个对07年之后，但那个时候年轻嘛，他趁着感觉08年之前啊，一定要赶回家，才毕完业马上就跑回去了啊，对，待了几年，对，嗯。你现在的创作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吗？现在主要是那个绘画多一些，现在主要绘画多一些，然后那个有时根据那个创作的场景，我可能会做一些装置，那个但是装置的话就得看看，比如说展览的这种，它这个场地这种那个情况，但主要创作还是那个绘画，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好控制的、最自由、最好控制的一种创作方式的，就是你到法国、比利时以后，你觉得最大的这个对你的冲击力是什么？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环境和这个教育模式。总的来说，我总的来说，其实你看，像那个等于中国的那个艺术氛围，哪怕设计啊，那个了解一些比利时还有法国，总的来说，我是挺喜欢比利时的。我觉得比利时我们那个学校确实挺不错的，我那待了3年，那个学校那个他那个特招方式，法国也有一些好，但法国但是很少，像巴黎美院肯定是很棒，但是法国很多也一般就是，但是比利时那个。比利时他那套方式，我估计可能更有点偏德国吧，就是那套方式，我就比较喜欢他那种，他是有种那个艺术家工作室那个作坊式的，就是那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特别近，就是大家跟你辅导性的，他没有那么官僚，就是法国也还比较官僚，中国就更别说了，就是说那个，就是我感觉我。应该来说是比利时那几年对我的那个艺术的，哪怕一些观念啊，还有一些东西的那个影响是最多的、最深的，那是那三年对，嗯。如果你想分享一下你这个。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的这一些这个学艺术道路上的一些人生经验，你觉得你会
分享点什么方面的事儿呢？人生经验，人生经验的话，首先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是从那个湖南很小的一个城市出来，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大的氛围，尤其在70、80年代的时候，就是一路很多就是自己探索，不断的自己的探索。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要好奇吧，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要有这个好奇心。再一个就是要执着，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想，你认真一件事情得要执着，执着那个好奇，再就是勤奋，这毫无疑问的，就值得工作，就必须得那个，每个行业都必须得，就是只能是，尤其在那西方这个模式就很轻，都是拿作品说话的，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一个中国留学生一下到了比利时或到了法国，就是一定会碰到这个举目无亲啊，或者是这个一开始可能会。除了好奇以外，他可能还有茫然，是吧？就是你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或怎么样一种经历呢？茫然倒不是特别的一个，像那个。你像我们过来的时候，我是已经20年过来了。我20年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24岁，24岁已经在国内上过大学，然后也工作过，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你像生活各方面倒是不是特别那个，就是哪怕上学，我们上学的时候，哪怕是比利时学校，我进去的时候，他基本上班里算是最大的。我进去的时候26岁，那都是18、19岁的孩子。就是说，总的来说，你那个倒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你这种成熟性的话，社会成熟性，这个已经咱们这一代人就是已经有一些不同阅历，这个倒不是。但是那个最多的还是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教育，我主要说就比利时教，他就是这种很注重你这种那个个人的这种那个。就个性的发掘，个人的这种，就是在你寻找自己方向，这点我觉得非常棒。就是老师的引路，而且我在比利时上学的那个学校，确实我感觉他那种模式真是挺厉害的。当时上学，我们那你想，我们上了3年学校，进去的时候第一年35个人，然后每年。基本上就会那个，他每年的那个年底的考核挺严格的，有文化和专业，每年基本就淘汰一半，一半呢要么就留级，要么就转学。然后你像我们那3年下来之后，我们那些同时进去35个人，就有4个人顺利毕了业。我当然说顺利就是在那4个人当中一个，他就是他这套模式就是那个，确实你那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他是宽进来的时候很容易，你进来 OK。你想出去我好，那你不是脱层皮，出不去的。就是我觉得，所以他当时那个我们记得那个老师，他讲，我对他那句话那个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他其实教育说，你艺术这个行业是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非常残酷的行业。就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淘汰这模式你都过不去的话，你就到社会你不用想，你更难了去。你现在确实跟看过了，现在20多年，你就发现确实这个，你从美院出来之后，你真正能够继续搞创新，那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说他那套模式，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影响对我是像比较大，就是你知道这个，你那个方向，不管你创作一些那个探索方向，还有整个这套整个竞争模式，你怎么样能够让你顺利的。坚持的往前走，这些东西都，我觉得很重要。就一个好的学校，好的环境，还确实很重要的，对我这个我特别同意啊，这个我在这边也是读的硕士，也是最后没有几个人可以毕业，他跟你这个像有些人的英语他是加拿大籍或者是美国籍或者澳大利亚籍，他的英语是他的母语，他很好。但是语言好，不见得你艺术好，不见得你艺术能够坚持。
对，跟他们比，我们这个外国学生语言上要吃很大的亏，就是说，因为也不是母语嘛，但是你的艺术上的这个坚持，可能就很不一样啊，是，是。你像那个，所以说这套就是一个好的学校的话，你看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比如说我上那个学校去之后，一进到了学校之后，你就会发现，咱们在中国也是中国学生，哪怕艺术家，很多时候就哪个东西最有名啊，怎么找抄抄扒一扒，借干嘛的，你这做的很漂亮干嘛的。甚至说哪个导师影响你或者干嘛的，就是你会找各个谁大师干嘛的？他这套模式就是说，他确实你就是比如我们一进去之后，你就会突然发现，就是我们3年级嘛，2年级、3年级，他有年纪大的那个学长，你会他那评考试的时候，我们去看干嘛的，你就会发现每个人他会在那个在你自己的发展方向就非常的独特，学生的时候就非常独特。就是你的艺术的最终方向发展的路线，你因为摄影师嘛，哪怕他比如创作的题材各方面都不一样，当时他还不说纯那个艺术创，但是哪怕摄影里面的话，他会要求都很那个，你的主题风格干嘛的，所以说那个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我就很快意识，就是你必须怎么找，通过你自己的个体、你的生长的那个经历、你的性格、你的各方面的来找你的那个，就你的创作和艺术创作，你的。你的审美好啊，整个一套方式就是你要很快进入那个东，找个人语言这一块东西。他个人语言还不是那种各种符号，说中国有艺术家有时候喜欢有的人搞符号嘛，创了一个什么符号搞，他这个就是也更深层的挖掘这种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啊，这套方式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在那个学校已经5年之后，让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怎么一旦自己去找自己的个人语言，然后但也会变，你像我自己也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会变，但总的来说，你就会不断的去校准自己，不断的审视自己，不断的慢慢去找自己的语言，不同的对，实际上就是学校实际上是帮助你发现和找到自己，对，他就是西方，他在好的学校这种教育体制，就让你怎么能够让你，其实这一种好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你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个其实方法是最重要的，还有那个艺术史啊，你像那个我们当时学，反正的啊，我不断一半课很多艺术史，你不断的那一学的就是你的艺术史，然后实践就是你有这套方法之后的话，你就反正相对来就是你就用的方法去做呗，对，那这个就是，哎呀，这个现在西方艺术那么丰富啊！我刚到西方的时候也是觉得西方的这个太丰富，丰富到像一片汪洋大海一样，就是，只拿艺术上来说啊，就像汪洋大海一样，就是。好像要找到自己的那一块是特别难，但是呢又很自由，又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舒服。那总的来说，就是它这个大环境肯定是和中国是那个没法比。中国有段时间，我相信80年90年代有一个高峰期，确实有一个还不错的。那跟现在肯定是没法比的。现在这个，但是现在总的来说，但是现在西方的那个艺术也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很多就是当代艺术这一块也没办法，这个东西，你前段时间那个我刚买了一本书，也是在。就是以前巴黎美院的一个院长出了一本书，那书名就是叫什么那个，总的意思书名叫艺术，就是他真的艺术已经结束了，就是已经对他来说，当代艺术已经结束，现在来说，就是他说的是艺术传统的这种，就是说那种 Beaux-Arts 就是传统的美术那种已经结，现在就是说太多的那个艺术，就太多这种装饰性啊，还有这种那个。个人体验感嘛，很多就是叫做什么，政治正确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很多甚至一些的时尚啦，还有这东西太多了，就真的确实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当代艺术里面确实，我在巴黎就感觉特别特别明显，就是你像我印象很深，来巴黎之后，我们在那个中国的时候就是被洗脑，就是感觉那个艺术啊这种。
当代艺术、现代艺术是最最，反正很崇尚什么，对古典艺术不是特别的一个喜欢干嘛，总感觉好像那种现代那个当代的，你来巴黎之后发现，你像巴黎最最最，你像那个每个时代，卢浮宫，还有那个奥赛，然后到了蓬皮杜，然后到了现代当代艺术东京宫，你就会发现，越现代东西，你的美术馆的人就越少。就当代艺术确实非常实在，当代艺术已经非常不得人性。就是现在看到很多那个，就是你反而越真正的你去到蓬皮杜到卢浮宫去人山人海，你越在就是19世纪之前的艺术家艺术非常，然后到了19，然后越往后面，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现在现在整个世界当艺术，就是你太艺术就是过于的太过于这种表现主义啊各方面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反正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个艺术家的这个大的环境中找自己的那个语言嘛，这个就是当代艺术，好像现在就是，对你说的19世纪以前的这个古典艺术馆和这个，1970年以前的现代艺术，是最受这个观众推崇的。可能我觉得是教育程度到那儿了，教育程度到那儿了，所以大家对。大部分人对这些都已经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们才去看。那当代艺术，比如说1970年以后的当代艺术，都可能是这个，大部分人还都不了解，所以看得少，可能是这样。像在巴黎是这种情况，像在伦敦是，比如说这个国家画廊。看的人也是最多的，因为它是大部分都是古典艺术，那现代艺术只有一小块，直到法国的印象派，印象派以后它就没了啊，所以这个国家画廊参观的人是最多，然后就是 Tate 英国画廊，它是一半一半，一半现代艺术，一半当代艺术，那也是人数也挺多。但是到泰特 Modern，观众就不会像前两个那么多了，可能全世界都一样。英国我估计比法国还稍微好，英美可能那个法国是比较明显的，法国就是整个确实艺术家从那个当代，其实我觉得确实好的艺术家确实不多，法国是整个，啊但整是个。法国政府和法国这个艺术机构，我觉得是对外国艺术家最好的。我记得早年我去90几年我去巴黎，看到那比如说陈真啊、杨对对啊，我当时就是也没地方住，就住在陈真家里。陈真他那当时就是在艺术城里面，对，他申请到了艺术城这个。工国作际艺室，术城就在一区，对，是吧？塞纳河旁对边对那个是对吧？啊，我对对，知道啊。就是很多外国艺术家都有机会申请到艺术城，后来他好像是搬到13区还是多少，然后他那个房子也是特地给艺术家的，就是他地下室还是怎么样有工作室，啊，就是好像他这个艺术机构，法国的艺术机构。对，年轻艺术家，或者是他说他的规定好像35岁以下算年轻艺术家吧，对，好像都有挺多的这个优惠啊。我看前两天那个中国青年马克龙还邀请什么黄克平啊这些新兴画会的这些老炮们，包括王杜啊什么也都邀请他们去，好像他们对艺术很重视，那你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他们法国对艺不，术法国还是法国现还是总的还是太官僚，说实话，官僚还是啊。官僚越，而且是越来越官僚，这个也是个问题。但是就是很多人，我跟他这边一些法国，比如说那个中国问题，对中国的了解很深的人，汉学家聊的，那法国特别像中国。其实某种意义上确实，这就是法国是有点那个欧洲版的中国，呵呵，其实挺官僚是很左，而且是，
很左，很官僚，就是一个他就是他官僚的特点，他就是国家力量很大嘛。你就大的那种美术馆，肯定国家力量很大，但是你总的来说，你就是说他活力还是不够，说实话，活力不够。那个还是两段话，反正这个是挺可惜的，但这东西没办法，这个的你在这个环境中，你像当时那个八九十年代，像你说的陈真他们、黄永平他们那个，他们是赶上那个时候，就是政治性，他这边政治性比较强，还是他正好赶上米特朗时期的时候，左派正好米特朗又很支持的一个中国八九，所以他赶上了一波。他会有一些重点的扶持，那个他正可能正赶上了一波有那么个时期，然后正好又赶上那个那法国对这种那个当代艺术对这种那个有装置啊这种抽象的东西这种概念东西非常那个非常学很学院派的东西，就一个正好上升赶，期，对，就赶上了一个东西，所以他用这个，但实际上现在也是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觉得法国就是太学院派，以前现在那个巴黎美院。当时骂像那个画这种自由女神，像这种他们是纯的学院派，这种那个写实派属于学院派。现在的学院派是有点就是这种纯搞这都是纯概念性的东西，概念这个东西是变成他们新的学院派，就有点现在有点烦了，就是搞得太玄了，就是有的东西。所以说，很多的观众也不是说简单的说观众不一定说教育少，观众关键是你就艺术家你自己理解不了，你没有学过那么多书，根本理解不了他那个作品。你说怎么你一些艺术家你一些观众没有上过多少艺术史，他怎么了解一个作品？所以他这个他这当代艺术的最大问题是，他现在离观众受体越太远了，你知道吗？就是太悬了，也太远了。所以说他整个就是那个，你像东京宫，我就开玩笑那个东京宫那么大，哎呦，那东京宫，你每次去逛，空荡荡的，那个大门展厅没几个人啊，作品都很大，干嘛的？今天就纯他当东京宫是传颂的当代艺术的东西，大的装置在那，偶尔也会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都太空了，就是又大而空，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当代艺术这个问题。你像那个巴黎，我不知道伦敦不知道，就是法国，它正好又是这种国家那种。国家机构力量比较大嘛，他又推崇这些东西，又大一空的东西。对，你说越官僚的地方，它越是推崇这个大而空的东西。对啊，他就是这玩意那个，他可能他这种大空比中国那种要显得高雅一点，没那么俗，但是总的还是木还是一样的嘛，就大一空的。你最近在创作一些什么样的？是摄影还是绘画呢？我艺术创作现在主要是绘画多一些，摄影的创作相对少，还是绘画多一些。而且那个我现在相对一些都是一些那个社会性的东西多一些吧，社会话题的也多一些。你毕竟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且现在你经历这几年这个疫情这影响整个就是你要表达元素太多了。而且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在那个，你哪怕像现在巴黎一样的，你像我们有的跟朋友聊天，一年之前我哈，你在巴黎，你去餐厅里面就地吃个三明治，你都要有那个叫什么疫苗证，你才能做，你这太可怕了，你这个才是一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你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那么这个事你不做一些东西，你怎么可能说你那个社会有个互动嘛？但是有一些呢，慢慢有些艺术家慢慢也开始出来，现在在变。现在总的来说，哪怕像那个法国现在也开始在变，哪怕像那个绘画方面，以前都是很多抽象，现在慢慢好像是就具象的，慢慢又回来了很多东西，也好的。就法国有些好的艺术家，但是你唱。就是藏起来的，都不出来，反而那些看着很有名的又大空了，反而没啥意思。是我记得去年，去哪儿餐馆吃饭要扫个码，对啊，这就很证变明态的。你到这儿来了，万一被传染了怎么样？就对是，啊，很，所以这个也是啊，所以。这3年也是一个世界大战。
反正我的感受就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世界大战。对，对啊，所觉以得。反正我是去年开始慢慢的、慢慢的还，正好我又正好是在那个疫情期间也做了一些作品，正好跟那个疫情那个也相关的，那反而有些人还挺喜欢的。去年在巴黎做了一个展览，待了一星期吧，也挺有意思，我也待了，然后我的嗓子都讲哑了。就是总的来说，突然发现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突然发现有的跟我说哇，说你的作品很勇敢。哎，我都觉得很，我觉得我就是我都有点吃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一些法国观众他会有这种那个他这种态度，所以确实就是你还是很多问题，就是你现在哪怕西方艺术有很多问题。很多东西，很多敏感的话题都觉得都不去探讨真正的那个，那个勇敢不是作品人勇敢，是人勇敢，不，他就是我的作品。他说你的，对，他人他能做这个东西嘛？就是那个，我倒觉得，我就跟他说，像我们这种在那个从中国出来的，你说那个，你说看了法国一下，当时当时这么冒着怎么辞职跑过这边来，向往的自由过来，看法国现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确实你着急呀、啊，干着急呀、啊，你也得做点。英国不知道怎么样，英国好像比法国还是稍微好一点，自由点。我觉得英国总的来说，我觉得英美文化还是那个，法国现在确实这个它是就是。我们也像马克龙现在这个皇帝一样的这个家伙，就是其实也是，对，我就觉得这个我90年代的时候经常去巴黎，我就觉得这法国人的艺术就比较，当时的主流艺术吧，就是比较形式主义，对。有一个艺术家，他就弄那个画廊里的射灯，不知道你看过这人作品没有？他的射灯就是射在墙上，然后就墙上就是空无一物，就是那个射灯这个光圈，就是他作品，啊。我觉得我这法国人中，这法国艺术家做的这个艺术太极致了，我靠啊，是啊。太极致了，就是，射灯就是，然后我到英国，到英国以后，英国90年代正好有那个这个 YBI，就是年轻的英国艺术这个团体，非常猛烈的艺术，就是跟你这个专注的这个社会问题，非常就是一脉相承吧，啊，很多都是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明确的一件明200%明确的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它是把一个女杀人犯，这女的杀了几十个儿童，就是一个疯狂的变态杀手。终身监禁嘛，这个他有一个，他把这个艺术家把这个女杀人犯的肖像，用小孩子的手，用这个黑白的效果给他拍出来。当时这个作品引起整个社会的愤怒，觉得你怎么能够，他那个，而且是一个巨幅肖像，那你怎么能把一个女杀人犯、女杀人这个魔头？做成一件作品，然后这个作品甚至需要2个警察站在前面保护这个作品，不然的话就被愤怒的观众或群众就会把这个画给撕成八块了。就是他这个介入社会敏感事件，或者是介入的非常深刻。就跟你刚刚提到你现在的作品，也是介入，是吧？介入社会的这个。社会性话题。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也反正也在变。总的来说，现在其实西方现在也在变。总的来说，我觉得法也整的来说，现在毫无它也慢慢也往右变太左了。现在它没办法了，很多人慢慢也都
都现在都会都慢慢在变这东西，嗯，哎呀，挺高兴的，挺高兴，这个通过视频聊一聊，聊聊艺术，啊，聊聊人生，聊聊艺术，对呀，好的，那我那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见面，再。行，好吧，你那个啊，你有机会的，来巴黎过来跟我联系啊，我们出来喝一喝啊。一定的，你也欢迎你随时来伦敦玩没啊，问题我，OK，们一定见面，好像的，英国人那样在酒吧喝喝酒，好吃的，吃那酒行，吧餐，好的好，啊，再见啊，帅哥，再见，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再见，拜拜。哎，我挂了。